最近网上很流行的热奶宝，我们今天也出摊卖一下热奶宝吧。这里买了脆桶、炼乳、各种米还有奶油啥的，成本就差不多花了80，我们今天卖5块一个，不过分吧。黑米、糯米、黑糯米，三种米混合，像煮饭一样包熟就可以了。加上炼乳，搅拌均匀。甜筒有限，我自己先搞一碗来试试看先。来一口糯米球，来点奥利奥，甜而不腻，奶味香浓。再配上那个甜筒，就真的很好吃了。冬天的冰淇淋。今天转移阵地了，我现在在担心是不是会卖不出去，人家都不知道热奶宝是什么东西。那怎么办哦？这里人是很多，但是感觉很悬呢。热奶宝要不要？海滩生涯的滑铁卢，人山人海，卖不出去东西。热奶宝，热奶宝，你摸摸，暖的，我搞一个给你吃，你拿着这个先。我来这里卖热奶宝啊，热奶宝要吗？陈立阳，你在这里帮我推销这个热奶宝。哎呀，饭来今天营业额为零了。啊，奶油加糯米，然后加奶油加奥利奥，5块。谢谢你哦，拿好哦，成交第一单。明天应该不来了，因为这些奶油化了就用不了了。够了没有？已经堆不下了，我怕它会掉。我要匀碎一点。拿着。给了。给了，已经给了。这里真是掉完了。收摊回去吧，他们都走完了。今天就卖了4个而已，我还想着这20个不够卖呢，谁知道又是亏本的一天。摆摊真的不好做，过来排好队，一二三四五，晚安。对，不在排队，排在后面来排队。开不开心？开心。大声一点嘛。开心。香不香？耶！甜不甜？耶！